黑不隆咚的，家人们有没有看到我？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晚上又出来赶海了。好，黑不隆咚的，我用这个照一下，家人们别吓到哦。那我们下去找货吧，我头灯带起来。是，退潮，现在都跑到好像是一二点了吧？小螃蟹，我在那里面不管了。看小鱼仔漂亮吗？哇，里面有小鱼仔，有小鱼仔，来，来，来。哇、哦，九鱼仔、九螃蟹好多，这个是九螃蟹。哎，哇，这里看，哇、哦，家人们有没有看到？我灯往那边点。哇，我扎了，吸到扎里面。哇、哦，给它清干净。哇，嘿嘿，可以小螺。哇，这么大个，可以可以，收了收了。第一个收获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啊，我的手啊。来来来，继续找。这晚上出来赶海挺不错的。哎，哇，这边有一个，哇哇哇，哎，哇，看，家人们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在这扎子这边也给它洗干净，坐进去了，喂，你坐你坐，哇，这个角落也可以，给它皱了，第二个皱货，不错不错，今天这啊，我的手啊，哇，这种的比较好抓海货，不过不好弄，我看这个螺挺多的啊、哦。晚上我们去找大货吧，螺就不要不管它了，小的螺就不要，一大螺我就捡，是海边这边找一下。我看这边，哇，嘿嘿，你还先跑，看到它了，哇、哦，好大一只啊，哇，嘿，蟹王，哎，我让你跑，等下再给他夹住，哇，哎，这只可以，这只可以，哇、哦，意外收获，哇、哦，红木须啊，发财了发财了，给他做。发财，肯定发财！放到这旁边来，给他绑一下。来来来，哇，这是够大吧？嘿，母鲟，哇，好大好大！哇，看这边都凸出来了。哇，这是最起码有个两斤多啊！哇，这晚上出来偶遇蟹王，可以可以。真的是浮母鲟，看，哇，这后面都凸出来，这是最起码有个两斤吧？晚上偶遇蟹王，蟹王，哇，这真的是七蟹王，看下面都是膏啊，嘿。这一看就知道了，都是干，哇、哦，可以可以，最起码脸就给他做了，哇，比我脸盘都大，哎，放到，哇，我放不下，哎，放得下，可以进去，走了走了，一位走货，来来来，我们这边再找一下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贝壳不要，嚯、哦，螃蟹，哇，什么螃蟹？怎么，哇，这边，嚯、哦，有点下了，我去，哇、哦，哇，两条两条，我看看，家人们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两条巨龙啊！哇，这条，哇，两条不一样。看这边一条是黑的，嘿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我给它拿到一个地方去，我们看周货吧。这种我必须给它马上带走。哇，来来来，往这边。哇，看，哇，两条颜色不一样。哇，这条，哇，这两条可以啊。这条是，白的，白龙啊。啊，这条是，这什么颜色？哇，看不懂。哎，黑色，黑龙。哇，黑白抓龙在这边，刚才把我吓得差点跑了。晚上可以，那这两条我这边直接看周货吧。哦，不找了不找了，这两条不好抓，要马上回去。这种的不能让它缺人，缺人就值不了钱了。哇，一下发财了，一下发财了，来来来，哇，来看一下，哇，晚上真的是发财的节奏。哇，还有螺，几个小的螺我就不拿出来了哈，给它放在这边。哇，今天晚上发财了，这是。虎母鲟差不多两斤，就可以卖个五六百。好，这两条，哇，一条就有差不多三斤，可以呀、啊。别让它跑了，啊，我别，哇，这一条差不多三斤，两条六斤一千多，哇，一两千啊！晚上真的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哦，这个，哇，抓龙盘坑啊，巨龙盘坑，然后蟹王、青蟹王都有，怎么都有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就抓紧拿回去，这晚上最起码卖个一千多，发财了。哇、哦，晚上大仙出来有看法力，可以可以，直接发个脚财，发个大财，哇、哦，这也都能被我捡到，这两只巨龙搁浅了，搁浅在这边，啊，被大仙捡到了几个螺，还有这里面几个角螺，我就角的螺我就不拿出来了，那就抓紧拿回去，给他处理一下，拿去卖。我看这红木须啊，可以可以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啊，希望大仙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拜拜拜拜，我们下期见，没空没空。